我在附近逛了几个小区，这个地方离我们上班的地方最近，而且绿化呀、设计各方面都很不错，我觉得你肯定喜欢。我进去看。这间是我们的卧室，这个房间呢，将来我们可以当成书房，置放一个大的工作台。好，听你的。我喜欢这个落地窗哎。喜欢我们就把它买下来。你公司最近运转这么好啊？一直都很好啊。所以接下来的装修就交给你全权指挥。我装修可是很贵的，方先生打算怎么支付啊？分期付吧。刷我的余生，好吗？